的罗嘞，哇，阴阳师太得阴阳罗感觉更强了，嗯，有没有更高阶的有没有？哇，这是阴阳罗，好大好长一条哦，那是布，那是布，为什么为什么它下面那么大？布布布，你这是平安京对吧？Zeri 你到底是谁？你们是空心的好不好？你们是空心的，你们是空心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不这不，那内母汤啊！哎，有新名字出现了，这叫什么？洛洛心腹吗？团团解释吗？我找一下，我自己要找一下。哇，你们的名字是喵哈 and 团团呢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现在。洛心腹他就是那个算是蜘蛛怪啦，哦，犬夜叉那个吗？那为什么这个是蜘蛛怪？没有，因为我想说旁边一个蜘蛛网，我就想说蜘蛛怪吧。然后洛心腹就是蜘蛛精的意思。没有，他刚好有讲一个是水底的蜘蛛，他是说他的脚上会吐丝，就是把他绑住啊。你看下面白白的，然后刚好阴阳师里面也有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下面骑了一只蜘蛛，完了，你的观念被绑架了。就这个，三个哦，白白梦鬼的啦。但是是你好像特别是做坏事偷东西吧？对啊，你要看审美男生眼睛，那个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不要看审美男，那个不能看，就盖很大。Google， 我整个差点吐出来，超恶的啦。不会啦，不会吧？审美那个你也不行。不行，我觉得他就是很大的西巴西巴，然后都是眼睛啊，很恐怖，西巴西巴，很恶心，对，白白富贵，行啊，行行行，安德了，刚刚为什么会笑到快吐的原因，这比较像是轻轨类型的，安德，安德，白白白白安德眼，白白富哟。一样哎，一样哎，艾德罗你已经累了，哇，超懒。没有没有，主要是因为我不敢去 Google 图片啦，我怕。其实不会啊，我会怕怕的。我觉得那个审美的很 OK， 审美的那一张多不好看啊！对啊，他为了检查他有没有，然后他还就是脱下衣服给他检查，是为了治疗，对啊，为了让审美去除妖。嗯，对。他说一只蜘蛛太浪费了，会留下疤痕。对，哦，真是的，哎，虎火，虎火，看审美嘛，虎火，哦，啥？哦，哎，繁星，大家记得这个繁星跟我异曲同工之妙啊？真的假的？虎火是什么？虎火就是一只狐狸着火就对了，它是蓝色的火啦。杰哥可以解释啊。杰哥，他是传说中那个狐妖产生的热能。对啊，哦啊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只放一个一团火在那边而已啊。所以他其实没有形体，他没有形体，他是火，就是那火，其实青色的火，其实就是火狐，火狐。哈哈哈哈哈！浏览器来了，浏览器来了，有什么差别？哇，你这里盖的好酷啊！你怎么用按钮啊？哎，你的尾巴好棒哦！哦，眼睛啊，碰碰尾巴，我就在想说碰碰尾巴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一直被传送回来？你怎么啊？你跟猪合体了？你在猪上？对啊，我一直被你被当成猪了，猪伯格，你被当成猪了，重登吗？重过来吗？要重登是不是？啊，等你重登看看，然后又回到猪那边了。因为那个啊，就八个人，他可能就拦路猪把人家吸过来。好，有，我分离了。嗯，他一直把我吸回来，这根本就是柴犬吧？我刚有人说猜什么忠犬？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字回来了，哇塞，哇，可是最后，多可爱啊！这是被平底锅打到吗？这脸扁的，你这跟小可很像哎。明明就是你啊！好啦，有中啊！又火，又被火了，又烂了，这个一直转转，这狐火火狐狐火，绕口令啊！刚好每个，你来玩接龙啊？
玉藻前，好难看，不会盖，盖的。我好想看神眉的，我以为是神眉的，可恶！如果你盖神眉的，我可能就知道啊。神眉也有是不是？这个是神眉，神眉好像是男的，就是对啊，男的。哦，对啊，医生那个啊，医生玉藻是。玉藻、啊、老妖啦，玉藻是老狐妖，那就狐狸呀、啊。你怎么那么像泡泡穿着毛、啊？变狐女啊，狐女，花花穿着泡泡的衣服。如果盖成金头发，会不会比较像？这反弹盖的好。我真的是白痴吗？哎、欸，我要跟你们讲，刚刚这个就是他直接先盖裸体，忘记穿衣服的那个啊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不要啦！然后还下半身还忘记穿，说怎么不穿呢？那可能请问前面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盆栽吗？粉色、哦？没有，我想说就是因为找不到虎嘛，啊花盆就很像虎，找花盆很像虎啊，粉色很像女啊，对啊。好烂哦！你不如把前面这一块木头没有意义吗？我想说，至少这个花一定没问题，然后这很像，有点像马桶，菜花子。因为这尾巴为属啦、啊，这个也不是九尾啊。嗯，你有想要虎女感觉盖九尾，感觉不知道也不一样，盖一条就好了啊。嗯。完了，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鼻子烂透了，花子花子差最多了。哇，这个是怎样？马桶，花子不就死在马桶旁边吗？他要从马桶里出来不是吗？没有吧？我记得只是被关在里面而已吧。这样也可以，被关在厕所里面而已。厕所里的花子，花子变成花子了，雪女，雪女，哇，这个很棒哎。很猛哎、欸，自己盖太大了，哇、啊，真的哇，这个还写什么哈基和团团？对啊，哈基，不要啦，妈呀，你回来了，我刚 kill 他了，来一个脚叉叉板吧，哎、欸，我真的要猜，真的有心有灵犀，我本来很想猜的、欸，不一样、啊，这是神妹里面的法色，你说那个艾莎觉得？哪里是我？人美女，美女，我很想唱歌哎、欸。Let it go， 精彩超短的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啦。来，这个都是杰克最后盖的这个。哇塞，你也盖哇！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盖那么大干嘛？就两个字而已啊。啊你盖这多也没什么用啊。我没有，而且他没有头发哦。盖那么丑，重点是眼睛没有。没有，他秃头，他秃头，快来看。也不会让人想要看看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看后面，巧克力，看后面。秃头了，秃头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说，快点！还花那么久的时间还秃头，原来是戴假发。假发。看一下它下面有没有盖，有没有两只猪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花那么久时间，确认过了，确认过了。还空的，还空的，没身体。两只猪是什么？盖太大了。跟上一题的梗。哦。仙女，又来了，木头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是这一题，团团的提示很棒啊！你干嘛上面要放那横的、直的、直的？没有，因为三小，对对对，然后生，对哦，那个是代表就第一个字啦，第一个字的意思。班呐，小哦，灯哦，直就代表第一个字，横就代表对，就代表随就是随便就一个字，或者是就直接念这样。哎，你上面还有意义哦，对啊，上面有意义啊，谁看得懂啊？谁看得懂啊？上面是什么？看不懂？解谜啊，解谜啊，三猫啊，三猫啊，小麦啊，不是上面这个地毯是干嘛的？我也是看不懂啊，没有啊，为什么要盖木头这个？没有，你看那个猫咪三猫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上面呢是靠左边，所以你要念第一个字是三，哎，所以呢就是唐三，然后呢这个小麦嘛，第一个字小。那生也是第一个字就生这样，不是为什么你要盖着这样子害巧克力第一次看到就猜马桶？对啊，没有巧克力是躺，为什么是躺着？就躺啊，他说没意义啊，没差，就没意义而已啊，对啊，没意义而已啊。有啊，我有猜到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有猜到好吗？但是我跟这个没猜到东西跟一点都关系都没有，我真的没猜到的好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会猜金色山脉。这三麦是什么鬼？有山啊，有麦啊。哎、欸，它怎么那么长？这个怎么？
舌头，还有下面怎么那么长？那怎么那么长？舌头吗？舌头啊，舌头，那是舌头吧？那是舌头。下面怎么那么长？下面那么长？你们对他下面有什么意见？要穿不要那么长啊！太舌头在杀人，绝对舔到你。到底有没有手啊？有啊，这个有手啊，有啊，有手，还有。然后真正版本的啦，嗯。Yeah, 超可爱的，因为我看他只有穿木屐嘛，然后吐舌头、单眼、单脚，他都没有讲说有没有手，都可以，好都可以。我就要加耳朵咯，哥布林，哥布林，哥布林，有没有？哥布林，审美里面有一个小图，他就长得这，哥布林，你怎么不用蓝色的啊？因为他那个黑白漫画也没有颜色，也是哦。哥布林想说，我自己看起来蛮像绿色的，就是。哦，原来是自己看的，黑白漫画嘛，也是这样。他们日本的青好像。你看，有人盖烽火台啊！哎呀，哪里啊？真的啊？你看着超像烽火台的，真的，对，蛮像的。哦，有啦，清醒的。有，大家都猜得到哦。这个讲一百个鬼故事就会那个吗？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就会被带到地狱去哦。嘿嘿嘿，所以我盖了一百个蜡烛哦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星星灯啊，它就是一百个蜡烛，一百个色你就把全部被带去嘛。然后这个是那个阴阳师，这是蜡烛哦。哦，这次换喵哈跟一百个，一百一百。对啊，角色一定猜不中的，一定猜不中的啊。还有什么还可以去？这个是棒天灯。H 是他的卡片的形态啦，就是只有哈记子就会来帮你带走，哈记子稀有度只有 H 而已，哈记子，哈记子，哈记子就来带，坏了，坏掉啦，坏光光，一直有人不知道 H 是什么 ，H 就是那个最烂卡。啊，他比 F 还烂好几倍，有没有 H？H 卡，H 卡。我们在这样满地充满火焰柱的少女之下，我们要被抓去地狱了。第一件，第一件，吹洗的，我们要地狱了，我们要地狱啊！不要啊！吹洗，吹洗，吹洗！你怎么有时间干这一百个？不吹洗的话，他竟然把你带走，他填满的啊！他有动用到指令啊，他填满的啦，复制贴上，而且，拜托，他盖这样子都还比杰克那个还要快啊！哎呦，啊，下一次杰克就打一串指令，然后就盖好了，这样，可以自己回家研究，直接小步回家研究一件指令方块，一件指令方块盖好，明天要开启哦，开了，开了，要来了，哎，打开中介，要开地狱门了吗？休息了，休息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休息了，休息了。这个题目太恐怖了吧？等一下，蜡烛插歪了。哇，好赞哦！好赞！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往下看。哇，好赞！然后我们往上看，哇，哇 ，water。青西瓜火，该是西瓜灯了。我过去了，糟糕了。休息了，拜拜了，各位。休息啊！好，我在中间结尾。去死！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。今天，盖的还不错。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啊，人在哪？你都来了、欸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，可以帮我点个订阅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哦，帅哦，帅哦。哇，活该。我看一下哦，我来试试。哦哟。繁星晚安，波浪符。感谢琉璃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大家再吃个广告。
我靠！哦，哎、欸，他怎么？是那个线吗？还是帥不是？他死掉的时候的灯，他死掉的那个会不会灯吗？清醒灯有啊，日志的光从他肚子射出来，不是屁股的那个吗？没有，肚子。他现在肚子喷了一个紫色的灯出来，看得到吗？没有，看不到。死掉的时候会有奇怪、欸，我们看不到，就这个 bug 吧，只看到西瓜。嗯，清醒灯呢？不是，那是谁扔的？我才刚来，不是我了。我才刚来就看到他旁边有西瓜。好啦，关喽，拜拜。